已经四年没有推出全新粤语大碟的谭咏麟，暑假再推出新碟，并邀来一班乐友为他作曲监制。此次全新出击，阿伦更是主动提出宣传活动要释放能量，激励香港。新碟发布记者会上，森美等一班好友前往庆贺，阿伦自己也是春风得意，心情大好。新碟大打伴的乐队理念，唱伴的出身的阿伦对这张专辑倾注了很大心血，个人也是爱不释手。我是觉得很急的，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，而且现在这个外面的音乐世界都是流行伴唱，我也希望在香港也可以再牵起这种风气，这种的潮流。近日，香港某杂志爆出阿伦14岁儿子的照片，高大俊朗的外表酷似阿伦年轻时候。不过，爱子心切的阿伦则坦言，儿子目前没有意向进娱乐圈，希望媒体不要打扰家人的私生活。当然不开心啊，他有没有这个打算，有没有这个感觉说要进入娱乐圈，而且还是在念书嘛，希望大家有不要，真的不要打扰他们。